你走那么里面，然后又要走出来，他们要多拍个几次，那个力道跟那个激情会弱，所以你大概到那个平台上去，你东西就放不动，不然再一次不行啊。那个刚才走就已经拍，等一下还要翻越界回国啊。对，所以像明年办的时候，啊，人家还安走的时候，好，那安走安走，车站刚才很大很高，就一个建筑。180度，就把它回来，然后叫林副再走啊，好，那就不要再练了。好，那不过呢，这个光泽学弟呢，这一次的训练其实都是由他来准备，好好来执行。好，那当然了，好，因为他本身比较不敢去说话，所以呢，我就把他要讲的话呢，留在最后跟他说。好，开始。其实这一次办这次音乐会，对于我其实还是特别多的，因为在校生他们本来就应该要努力的练习，可是我们里面其实很多的校友，那如果校友要站起来，校友好吧，校友学长学姐们，对。Thank you.